花莲市爱花莲杯3-3斗牛篮球赛，这个周末假期在东华大学美伦校区的体育馆火热开打，吸引了300位的选手，近100支队伍来报名参加，其中更有来自宜兰的南澳国小跨县市以球会友，市长魏家贤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。哨音一响，两队人马立即在篮球场上展开攻防激战，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。花莲市爱花莲杯3-3斗牛篮球赛11号在东华大学美伦校区体育馆火热开打，现场除了贵宾云集，市长魏家贤也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，并进行开球仪式。那我们希望未来花莲是一个运动的城市，所以我们不遗余力在办理各项的赛事。在此要感谢代表会的大力支持。那我们希望未来篮球能够持续在花莲继续扎根，让更多的好手来自于花莲。那我们希望未来这项亚奥运项目也能够在花莲变成重点的项目。在此，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支持相关的篮球运动。那针对其他各项赛事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规划相关的市长杯或相关的运动赛事，让更多喜欢的朋友一同来参与。这场赛事共分为社男大专组、社女大专组、学生男子组、学生女子组、国小组等5个组别，共吸引到300名选手，近100支队伍报名参加，其中更有来自宜兰的南澳国小跨县市来以球会友。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赛事，最后是分别由米曼8组、SWSHA 及帅哥们阿基拉3个天兵等组别拿下各组冠军，也为花莲的篮球赛事写下新页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